我们先来看这台尼控 EM 哈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啊，原厂的啊，然后原厂镜头，原厂镜头盖，然后原厂的镜头保护镜啊，原厂的这个尼控啊，这当时啊，那镜头状态也很好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啊，这镜头状态也很好，保存的不错啊。那这快门都正常可动，基本上这个机身的状态也是很好，可以看一下机身的这个皮革面啊，整体这个机身大致上是不错，当然有少许的使用痕迹了，不过整体外观保持都是蛮好的，那镜头状态也是蛮好的，可以看一下底部，底部也是也还不错，那我们看一下底片式哈，底片式从这边拉开，底片式一样状态也是蛮好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快门哈正常可动作哈，很顺畅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那个尼控EM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